大文利，仲有费明路我都未讲，我都未讲啊，大佬，啱啱先。咁所以咧，今年利物浦系好强劲。我突然间觉得我对阿仙奴争前四嘅希望好大。师兄、慈山、家杰，逢星期二晚八点半，唐有方特约酷播送。呢场波一定要真心推介啦！根据我哋上个礼拜嘅预测大家识买噶啦。加健直播时间八点半，酷波桑。好，嚟到咧系下半场嘅酷波桑嘅时段。咁就啱啱讲过，咁啊呢个两场嘅欧联嘅四强，同埋咧之前一场欧霸阿仙奴对华伦嘅少少嘅意见。咁咧就仲有一场嘅，咁就系咧。呢、这个车路士作客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啊，咁啊，法兰克福之前嗰场德甲就零比零和咗哈法柏林嘅，咁就嗰场波佢都系打一个3-1-4-2嘅阵式，咁啊呢个前锋嗰度咧，荷拿就始终都见唔到，都系列逼拍住祖域，咁应该荷拿应该都有啲事嘅，应该踢唔到嘅，咁啊嗰场波中场就哥洛路迪拍迪古士文啦，咁啊左边就哥斯迪，右边就哥斯达啦，哥斯达。系啦，呢两个左右翼位啊，等等咧，或者中场咧，都好出色嘅。咁啊，另外就后腰位就费兰迪斯啦，后防就亨迪里加啦、长谷布城啦，同埋阿巴拉罕噶，咁啊，龙马 trap 咁样嘅。咁啊，睇翻即系法兰克福，即系之前嘅表现咧，即系响呢个欧霸嘅表现咧，就的而且确奔飞加嗰场系相当之唔错，精彩啊！啊，咁啊。佢即係去到第二回合，咁啊正勝奔飛加嗰場都真係表現到佢哋嘅真正嘅水平出嚟啊！咁啊對車路士就對法蘭克福夠唔夠踢啦？啊咁啊，睇下咩陣嘅啫，咩陣就唔使講啦。你數嗰個嘅即係嗰個嘅車路士嗰個人腳，就係講個人腳咧。就一定是高过呢个法兰克福就多多声噶啦。系啊，但嗰个发挥出嚟嗰个水平系真系好受到佢沙里派嘅咩嘅，即嗰个拣选嘅阵容而影响到噶嘛。咁啊，呢、這个就呢、這个我讲咗好耐啦。大家都知道噶啦，大家都讲过多次啦，讲过好多次啦，都阿师兄都无谓重复啦，即系讲得太多，咁啊又话师兄又话真系冇货卖啊，咁啊无谓啊，系来来去去嗰几句冇心意，所以讲到都嘥气。咁啊呢场就车路士讲翻之前嗰场啦，对曼联，咁啊车仔就例牌噶啦个阵容，咁啊基本上就中场出高华石啦。咁啊，唔出巴克利又唔出阿切克喎，前面就希古恩、夏萨特同韦利安啊，咁啊基本上都系呢样，咁就希古恩就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都仍然都系唔掂，完全唔中意呢个球员啊，而家吓买都讲咗去英超真系未必啱用嘅，同埋始终即系今年都。即系睇咗 A.C. 都冇乜点踢啦，状态都麻麻地啦吓。对面就曼联就已经响呢个欧联嗰度出咗局啦，咁啊输咗俾巴塞啦吓。咁啊嗰场就冇办法啦，咁啊迪基亚就送咗一球，咁啊再加埋就中坚又出中斯，咁啊真系冇办法啦。咁同埋听讲话苏斯克查一即系。受到球会正式委任做领队之后咧，个战绩咧就真系比较差啲。咁成队嗰个发挥都差咗。咁啊，点解读呢样嘢咧？喂，点解读？系啊，点解读呢？我哋真系有呢、這个有系咪会唔会俾人话冇资格讲曼联噶？依家又唔系我问你点解读啫，唔使讲资格嘅，解唔解读？系咪真系啲球员？喂，开头对住苏斯克查，初系坐住。站任嗰阵时候打到咁精神，因为可能真系同嗰个领队嘅人选定咗落嚟咧，好似系嗰个发挥系有啲松懈咗啊！成队波嗰个战意，发挥有啲松懈，咁啊点解会发挥有啲松懈？因为嗱，如果你之前未
未正式落实嗰个来季嗰个领队嘅人选嘅，系嗰阵时咁你未要，你都仲要每一场你都要交表现噶嘛，咁、啊、但系而家好似少咗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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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胜嗰、那个嗰、那个斗志喺度咧，又差了。即系话咧啊，啲球员为苏咁球啲球员系咪为苏斯克查而卖命咧？两样都系啦，即系为自己嗰、那个。来季的位置而卖命啦，哦，即是来为自己的饭碗而卖命，两样都要的嘛，哦，那你个领队，哎，是啊，他都要搏啊，咁，嗯，即系最主要都系大家之前系大家 win win 嘅，而家好似定咗落嚟，好似又即系一边 win 啦，一边 win 啦，要为自己嘅饭碗而卖命。大家都好似失去咗，要争啲咩咧？我而家哦，即系冇咗个目标，咁你见佢班人系即系迷失咗，迷失有啲迷失啊！呢下唔系要争前四嘅咩？应该是要争前四，但好似即系突然之间嗰个斗志冇晒，消磨晒，嗰度气泄咗咁样，好似系点解咧？真系唔系好明白，唔知啊，真系我都好难理解嘅，真系咁你即系可能因为理论上你中意个领队，为咗领队而卖命，就应该去获得即系正式嘅委任，就应该为呢个领队更加系去卖命。唔系你睇迪基亚点解咁慌，即系都系有啲心事重重咁，佢啲之前啲失误都系。都好似系咁样而搞到即系突然之间个表成对嗰个表现系滑落得好紧要。好似话系咪话阿苏斯克查对于西班牙嘅球员咧系有啲吓，即系不满啊，唔系太满意佢哋，唔系太满意，或者系有啲忽视 啊，或者有啲特别嘅待遇 啊，特别冇咁好嘅待遇啊，等等之类。咁，因为而家。呢三个西班牙球员，一个迪基亚啦，马特啦，迪基亚就因为全紧唔足啊嘛，合约嘅问题啦，全紧唔足啊嘛，咁啊夏里拉啦，夏里拉好似未签约，未签噶，而家仲传得好紧要，佢会去 PSG 啦，咁跟住仲有马达咧，马达都话有可能会走噶嘛，咁，哦，啊三个啊呢三件，咁啊。睇下系咪即系系咪三个，即系尤其是迪基啊嗰啲最近，即系巴塞又送一球，呢场又送一球，咁，嗯，啊即系点搞咧？啊，嗰啲反应好似冇晒，系咧，即系心事重重，心事重重，系佢个表现系好明显，你望佢个样，你见到佢真系啊，我戆居居咁样，好多嘢喺度谂紧，个人系牛牛地，好似谂紧，好似好多嘢谂，系你真系唔知佢做乜谂嘢噶，系咯，做咩事谂咁多嘢，做乜嘢啫？真系啊，咁系咪真系，即系咪曼联决定要放走咧？嗯。啊！但系你如果真系决定咗要走，但系决定要放走会去边队咧？咁有边队会要咧？以佢嘅名气，佢嘅能力都应该都有人要嘅。有人要系咪皇家马德里咧？真系唔知道，啊。但系皇家马德里听讲话呢个门将嘅人选已经决定咗咯噃。系啊，系啊，拿华斯啊？吓，啊，听讲唔系拿华斯，啊，听讲系古图斯，啊。唔系啊嘛，仲用古头师系，哦，咁拖州一翻嚟就已经说咗说咗古头师，唔系啊，呢个假嘢嚟嘅，呢个假象嚟噶，又假系啊，拿华斯听讲会卖，唔赖啊，系啊，好难嘅呢啲，好奇嘅呢啲，系所以唔知啊，所以啊，真系好难讲，所以而家咧，真系曼联嗰个情势，咁今日博巴又话去皇马啦。哦，呢个就坚啦，呢个就卖得出应该买啊！如果博巴嘅话，卖咁佢阿博巴自己嘅心都超然若揭咧，有少少，要打造，即系佢加入呢个斯丹打造嘅呢个银河蓝队上面。即系如果佢系去到斯州，系托斯丹嘅麾下，而佢又肯听话，即系发挥到斯丹叫佢做咩嘅，即系要求。佢系一个好嘅球员，但系好明显，佢有啲时候系佢发挥唔到佢应有嘅水准，就出事嘛。咁但系皇马个招牌啊，即系皇马一个品牌嚟噶嘛。啊，同曼联比，曼联就争少少，再上一级皇马。争少少啊，两样相比啊，曼联都好高级，但系就仲争啲啊，即系写张 resume 话俾嗱我啊。我阁下系踢过皇马嘅，系啊，好犀利嘅。之前呢队皇马咧就拎过三届，连续三届拎过欧联嘅。系啊，皇马就唔使就揸住皇马个名字，已经得皇家马德里五只大字，
已经是搞定啦。咁唔系都冇问题嘅。哪怕你只系拉斯迪阿拉啊之流啊，或者系嗰啲唔知乜嘢奥迪加特之流啊，但系一个话俾我嗱，我踢个皇家马德里嘅有正选嘅。啊，那個出个场嘅，出个场，正选出场几场嘅，好紧要嘅。啊，我打个 El Clasico 嘅有正选嘅，都已经成个身价都唔同啦。哦，净系呢啲咁嘅诱因，同曼联嗰啲点有得比？冇得比噶嘛，大佬。呢啲唔同，根本唔同层次，真系唔、同层次。有啲你巴塞、皇马，师兄呢啲对皇马嘅评价，大家要识听啊。有利益衝突㗎，唔係呢個真嘅。巴塞、皇馬唔同層次，唔同你曼聯而家呢啲咁啊，即係相對巴塞、皇馬呢啲啊，即係頂級球隊、啊，就爭少少。咁你而家聯賽啊，都入唔到前四啦，仲話攞聯賽冠軍。啱啱都歐聯八強啊，又捧過歐聯啊，入過歐聯決賽幾次啊？捧過歐聯，捧過幾次？两次咯、咁啊，皇马最近三次，连续三年喎、最近喎，连续三年，我知都多过你一次。咁何况有几粒星星喺身嘅，皇家马德里唔知攞个三次嘅欧联啦，系嘛？系，所以唔同层次啊。人哋皇马啲粒粒皆星嚟噶嘛，人啲全部入得去嘅就一定系星啊！一入到去着件白色衫，就额头啊作住个星字噶啦。就顶级巨星啊，唔系顶级巨星都去唔到呢个皇家马德里噶嘛，唔通踢你曼联呢啲咁啊？嗱，曼联攞嘅欧联嗰个我真系唔系好记得，起码两次以上。诶、咁网友补充下啦，但系肯定唔够皇家马德里多呢、這个绝对啦。哦，咁都好似都未够亚积，所以博巴，所以博巴咪即系呢个上进有上进心去一啲啊顶级嘅球会。是非常之合理的。吓话啊，梗系合理啦，绝对合理啦。只系啲喺皇马啊，即系踢唔掂嘅，先翻翻转头嘅啫，系嘛？所以即系博巴呢样嘢系唔紧要嘅。好，扯得太远啦。系啊，扯得好远啦。咁啊，交代翻嗰场两队嘅阵容先啦。阵容：龙门迪基啊，后防苏尔、左闸连诺、洛夫帕、贝利啊，哇！复出嘅贝利啊，贝利打翻中坚，右闸杨格，中场就博巴、马迪、夏里拉。攻击中场马达前面拉舒福特卢卡古是一个钻石型嚟嘅442钻石型。车路士诶唔使多讲啦，头先讲咗啦，都就系啦，中间系大卫路易斯帕鲁迪加咯，系啦，咁啊都希古恩打前锋咯，冇啦，韦利安咯，系啦，咁啊其他都一样。场波就三分早段曼联攻势多啲嘅，三分钟卢卡古入球单刀推埋去禁区就俾啊。俾睇先，俾个回防嘅鲁迪加同埋门将咧就救翻出嚟。系呢、這个卢卡古啊，我睇个身咧又肥翻咯。啊，又重咗啦。又重咗噶，啊，真系咁难操嘅，重得嚟仲要系炮嗰只，又炮嘅。啊，真系点搞啊？点操啊？要问下啲神操专家点操先咯，真系搞唔掂。真系唔知道。真系搞唔掂，又炮啦！如果唔系呢球单刀，边有可能俾兜翻转头嘅鲁迪加咁啊，叉翻出嚟啊！好老实，不过唔紧要，十分一比零，左边沙零马苏尔，咁啊直传俾普巴，普巴再还传俾左，俾呢个左副卢卡古，卢卡古切前，咁咧就俾咧入咗去禁区里面入射六码冇人睇嘅苏尔，然之后咧就俾翻中间，咁啊无人睇嘅马达，无人看管马达一射搞掂嘅，呢、這个波第一就。韦利安冇跟到阿苏尔啊，跟住就以为阿斯派古达会跟佢，点知就冇跟到啦。阿斯派古达咁啊，鲁迪加想包翻嚟，亦都慢咗啦。咁啊，结果就呢球波一比零。其实开头曼联就好地地嘅，讲真，我觉得曼联似乎系好啲添，好啲嘅。如果你有睇，其实曼联咦几好喎、啊，今日呢场啊压住车路士啦，一睇就以为又要上升祈祷啦，又要睇下谂下星期二点安慰师兄噶咯，车路士安慰师兄，即系之前呢、這个呢、這个推，即系即系唔系推介呢、這个车路士冇真心都好话曼联赢啊，系啊咁啊，但系呢场波。就最衰就是迪基亚啦，都唔做乜鬼？唉、哎，呢球咁啊，帮鲁迪加几多码？三十几码？四十码到啦，接近卅码啦，冇射埋，卅零码远射埋去，望得清清楚楚噶喎。系、唔系遮住噶？个波去晒咁远啊，咁啊有少少劲度，
咁但系断估都唔会将个波拍翻出嚟中间俾阿后上呢个阿朗素。正常嘅前锋应该接咗个波，即系龙门。正常龙门应该抱咗个波，佢就系想抱住个波啦。佢系想抱住个波，想接埋嘅。咁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就甩咗出嚟，段好似错咗咁，好似甩咗出嚟。佢咧就冇，佢咧就好有信心想接嘅，咁但系就拍翻出嚟。如果唔系咧，一般嚟讲稳阵啲就应该负出去底线界外就冇乜事嘅。咁即系翻手去负两边啦，都系负两边嘅。负两边，但系佢谂住接啊嘛，个波咪挡翻出去。咁即系前边嗰度咯，所以佢负两边嗰个距离就冇咁远咯，唔够远咯。系咁啊，结果就俾阿朗素咁搞掂咗。咁啊要唔系呢球咁样嘅波，即系车路士赢到。咁啊要赞阿朗素 follow 入去嗰下叻嘅。哦，咁啊阿朗素好多呢啲嘅。咁你同埋曼联嗰个后防又好似唔系好集中嗰下，即系有人包咗啊，又冇人跟啊，跟翻周佩嘅球员。唉，鬼知道迪基啊会咁样咩？大佬四廿几万，唔知当三廿几万咪射埋，三廿几万射埋去，唉，点知你会咁样嘅啫？啊，咁所以真系车路士真系冇办法啦，即系谂住呢场波就应该系输嘅，咁但系迪基啊咁样，咁样就出事。嗰阵时四廿二分钟。即系临完半场噶啦，临完半场啦，啊，咁啊到下半场咧，咁就好胶着啦，之后就啊，真系都好好瞓，系啦，真系都好好瞓，哇，我见到就好好瞓，就系，okay? 哎，好好瞓，咁所以都冇嘢讲，大家都系冇嘢交出嚟咯，系啊，冇嘢交出嚟，即系好好瞓咯，即系我哋好好瞓，你见车路士系有心，但系冇人接应嘅啲波。咁你前面希古恩系咁上下啦，但你系嗰样嘢，你见到咧，其实系两边有人落底出波，但系中间系永远都冇人。哦，咁你又系讲基奥特嗰样嘢啫。即系你可以点样咧？即系你永远都系，你好似有啲组织想做，但系好似个配合系出现咗问题。咁个前锋永远都系走第二 second chance，second striker， 即系冇人抢点啦，冇人抢点，咁你点打咧？或者一抢点佢系越位。佢越咗位，佢嘢嘢都越位，咁点打咧？系啊，希古恩好多越位啊，咪咯，佢唔系越位，就系佢就唔抢点嗰下，咁即系好多越位走动太少，真系搞唔掂，搞唔掂，咁我都觉得搞唔掂，即系前面即系冻住你喺度，如同即系废物咁样，即系点搞？你系塞够排够十一个人之后，然后放翻夏萨特同韦安喺两边，就拍到你拍到落嚟，佢都会抢点，大佬，但系。几股一冇咯，咁啊真系砸洗呢样嘢系，即系沙里永远都冇去调节翻呢样嘢。一个佐真奴，一个希古恩，大家都知啊。都已经浪费，咁你其实浪费咗两个人咯，两个位。系啊，咁你谂你呢场波仲要其后老迪加又受伤、啊、又伤过啦。唉，真系大啊！真系另外嗰边阿贝利系咪又系都系好似？啊，呢个唔系调动嚟嘅，调动嚟嘅就会攞河走，悭住佢用嘅就。韦利安咪真系伤嘅，系韦利安就又系伤，又系伤伤地咁啊，换咗拍到，换咗拍到入嚟嘅。咁啊，最后咧，曼联临尾有个攻势就系洛河啊，喺迎接角球右副位头槌啊，俾阿拍到护空门，系就系去到90+2啊，最硬就系呢下。如果冇拍到就入咗，入咗就曼联又赢咯，又赢嘅。即系所谓其实基本上曼联都系占优嘅嗰场，系啊。咁但系虽然话射门次数又车路士多啲16次射门，但系，唉，但系你啲威胁力啊真系。咁啊，反而就呢场就即系你见到就益咗热刺啊，热刺其实接连失分得几多下，但系就你啱啱呢三场，咦？点解好似嗰四队要争嗰三四位，争个三四直接出线欧联嘅席位，嗰四队波都一齐失分嘅？唔系头先我咪讲嗰样嘢咯，即系可能系。即系呢扎球队赛程就比较频密啦，辛苦咁啊。其实曼城阵间讲嗰场对搬嚟都唔好噶。咁你利物浦系唯一清风送爽，赢哈德斯菲尔德，因为对手太弱啫。啱啱个赛程就对利物浦好少少嘅，系咯。咁所以即系临尾嗰几队个表现都唔好啊，系咯，都唔好。咁所以就嗰个状态系低沉之下咧。咁啊，究竟呢啲球队某啲几队球队欧联嗰度会系点样咧？咁啊，大家都要斟酌一下，或者欧霸嗰度点要斟酌一下。欧霸你真系，如果讲翻法兰克福对车路士呢场咧，啊，真系睇排阵啊！
如果佢用翻欧霸一直踢开嗰个阵咧，咁我觉得就点都睇睇高切尔西啲噶啦。咁啊，睇个预计先，预计咧就呢个法兰克福先啦。咁啊，后防就咦冇咗啊，右长啊长谷博成打咗去。左中堅位，咁啊拍住希特里加同埋尼迪加，尼迪加，咁啊左右嗰個翼位一樣啦。費蘭迪斯拍路迪，加新路域打攻擊中場，咁啊祖域咧就唔係拍列壁，就拍呢個咧，即係上個回合第一個上一個 round 對賓菲加第一回合有入波嘅前鋒帕斯恩斯亞。即系所嗰座第一回合后备入替对奔飞加，后备入替头锤顶入嗰个球员。对手车路士就鲁迪加应该系受伤嘅，就唔使睇。另外奥代咧亦都系已经收 lift 噶啦，系收咗 lift 噶啦。咁大喎？系啊，好似前嗰场啊，前嗰场收咗 lift 噶啦。咁就所以就唔使唔会见到奥代同埋鲁迪加啦。基斯癫神拍路易斯，中场就切克就代替高华石，前面就拍到基奥特下萨特，咁呢个系即系之前欧霸踢开欧霸嗰个阵容。如果呢个阵会好啲咯，系嘅，呢个阵呢个阵呢个阵系咁个大家分工系清楚，你需要一个即系你唔需要，即系基奥特就做翻佢柱等啊，即系。靠住个波俾隔篱左右摄入去，即系一嘢杀上嚟，佢每一回就一嘢推入去，咁呢啲波系有用咯。唔好意思，原来列壁系停赛，列壁停赛，所以唔见啊。咁啊，嗰啲荷拿就伤咗，咁啊有啲可惜啊，真系见，始终见唔到阿荷拿。咁就如果系呢个阵咧，就赤士啦，就称就双方就称得匀啲。系，如果仲系用翻啲希古恩之流咧，我谂就。都要称高法兰克福，都要称高法兰克福啲。唔会入波咯，你只有只好讲呢场会。如果真系出希古恩，我真系觉得可能要买个细。系咯，因为最近其实祖域咧睇咗几场波都系麻麻地。即系自从同皇家马德里扯上咗关系之后咧，或者同巴塞扯上咗关系之后，表现都系曳咗。咁啊，讲真，如果睇佢之前即系睇翻呢几场表现咧，咁啊送俾皇家马德里好啲啦。咁我真系宁愿要你拆你神啊，好老实。系啦，好咁啊，讲讲啲网友有咩讲啦。好啊，咁啊，阿 Raymond 就话范克福对车仔，佢估范克福3-1。咁多啊？咁啊，有啲网友补充翻啊，曼联系唔该晒啊，曼联系拎过三次欧联嘅，咁啊，三次啫，买三次啊，人哋皇家马德里最近三年都三次啦，十三次。后边曹补充，皇马系拎过13次，13次对你3次，真系唔同嘅。佢哋嗱，佢哋回应翻嗰个李斯特城同狼队嗰场，佢哋话李斯特城阿 Tony 就话李斯特城同狼队都要争第七位，有啲出力唔出奇。第七位、啊，联赛第七咯。但系联赛争第七，其实好似都系嗰、那个嗱。首先第一就奖金嘅分别，每队波个欧联席位最多系5队嘅啫，系即系一个国家欧联系啊，最多国家，即系话咧，譬如话。即系譬如 let's say 话头四加嗰个欧联冠军咯，头四欧联冠军，如果欧霸冠军咧，都系5队嘅啫，系啊，都系5队嘅啫。咁嗰度第二，如果系一队攞欧联，一队攞欧霸咧，咁啊头四个第四位，第四位就会冇咗啦，就变咗欧霸咯。系啊，所以最多系得5队嘅啫。咁争第七，咁你足总杯有一个欧霸位。咁你呢个联赛杯又好似有欧霸位，咁你第五、第六又有个欧霸位，咁第七点会有欧霸位咧？系啦，系咯。咁第七位就应该系嗰个赛季完结嗰个奖金排名，嗰、那个排名嗰个奖金，定系个 Inter Total 啊？有冇 Inter Total 级噶？即系哇！你突然之间我哋老晒底喎，师兄。唔系嗰个我所讲嘅 Inter Total 级，即系所谓足协嗰个嘅外围赛足协杯外围赛系啊。咁啊，请网友帮手补充一下。好似系联赛杯嗰个去踢嘅。O K 哦，咁即系其实第七位应该都系冇特别嘢嘅，唔会有第七位。咁但系如果争奖金咁啊？
都唔爭好遠嘅啫。係咯，都唔係爭好遠。第一印象中係唔爭好遠。啊，請網友幫啊師兄啊慈山呢啲唔識波嘅，即係補充一下。我哋老底啦又。唔使，我講到明唔識波噶嘛，係嘛？最呢度最識波啦，唔係我呢度最屎最唔識波就係我啦。嗯。啊，嗰啲。Tommy 大师啊 ，EV 识波啊嘛，师兄唔系好识嘅师兄啊，你又捧人哋，你捧佢哋啊，系第六位要踢欧霸附加赛，哦 ，OK， 系啦，第六排六，咁啊联赛杯、足总杯嗰啲就都慢慢再研究啦，慢慢研究啦呢、這个，因为联赛杯就曼城，咁佢一定有欧联资格啦，已经嘛唔系咩？啊，曼城对唔系我讲联赛杯啊，系啊，联赛杯系。咁佢有欧联资格，佢就唔会要啦。嗰、那个咪褪翻出嚟咯。O K， 系定系定，我唔记得咗啦，已经系好乱啦。好，慢慢再研究，慢慢再研究啦、啊，慢慢再研究吓呢啲。因为就联赛杯曼城攞咗啦，咁啊跟住诶而家足总杯就系呢个屈福特对又系曼城啦。系系咯啊，系咯。如果曼城赢咗就会放翻出嚟，网友都有补充啦。系啦，好咁就仲有嘅，佢哋讲翻迪基亚，迪基亚状态，阿 Fred 喺 Facebook Live 嗰边讲嘅，咁就话迪基亚状态好差，应该系俾啲续约问题影响到。哦，咁呢个应该系啦，应该系啦。咁就另外就阿 Rachel 就问师兄有冇睇到车友士发火啊？佢哋好似完全唔想追咁款，一心手、啊。哦，我好似。前嗰三四集都讲过下啦，三四集你留意睇翻好波桑嗰个嘅 YouTube channel 啊有个题目叫做即系师兄佛系啊，佛系捧车路士啊嘛，唔需我哋呢啲啊师兄呢啲即系捧波捧三十几年嗰啲咧，系收意思啊，就唔使就唔会为呢啲咁嘅咁细埃嘢发火嘅，唔系咁你降班都见过啦，球会总有高低嘅，你挨过咗佢个低潮，你先至你就确认咗你自己真心有几爱嗰队波，呢啲好细埃嘅啫，即系你欧联又攞过，你降班又见过，咁有啲乜嘢未见过啊？讲真，咁啊，佢哋都有提翻，即系讨论翻希古恩啊 ，Tony 就话希古恩学埋啲莫拉达啲嘢系。咁 offside 系咁越位，咁啊阿 Rachel 就补充就话你直头衰过莫拉达，咁啊，哦，咁佢真系我真系觉得佢衰过莫拉达，系咯，佢走位仲少过莫拉达都会，咁莫拉达后生啲啊嘛，系希古恩就已经年纪有翻咁上下啊嘛，系咯，咁你仲要恃住系阿沙尼嘅人咁啊，恶讲啲啊呢啲，咁啊，所以场波都法兰克福车路士，我觉得都要睇下车路士出个咩阵。啊！呢、這个好紧要，系啦。啊，咁但系对住阿仙奴都即系欧霸，对住阿仙奴都危险。咩啊？欧霸对阿仙奴啊，决赛啊，危险啊，明唔明啊？我同意你，决赛真系会啊。如起码摆定个位，艾马里杯一定有个位俾艾马里先啦、啊。啊，艾马里决赛一定见到艾马里先。艾马里杯。真系唔系讲少嘅，真系为艾马利嘅。哇！决赛你真系会见到下艾马利嘅，咁啊真系。咁但系呢边真系系龙争虎斗啊，又系龙争虎斗。好，咁啊讲完欧联欧霸啦，咁我哋讲翻啲联赛啊吓，讲少少报道一下啦。咁啊顺便又因为剩翻两周嘅赛事啦，即系英超啊，大英超剩翻两周赛事都报道一下。咁咧就联赛之争。咁咧就呢个冠军前边咧，就利物浦入5-0赢赫德斯菲德就讲咗啦，真心推介亦都顺利命中，都唔需要多提啦，讲多都嘥气。即系呢啲仲喺度自吹自擂，即系买美丽全胜，即系10蚊啊，仲喺度呢个报纸大字标题，即系你唔写啊，你写出嚟都丑啦呢啲。哇，讲开呢个赛马，即系大家支持一下，即系啱啱嗰啲赛马日咧，阿鸟王嗰个直播喺 Wagasin 嗰度，咁啊，大家帮手支持一下咯。好，咁啊，题外话就讲到呢度。咁啊，另外嗰啲英超联赛啦，咁啊，星期六啦，咁啊，热刺0-1输咗俾韦斯咸，讲咗啦。咁啊，水晶宫同爱华顿就窿窿呢场冇睇，呢场又系我讲咗啦，又系打和啦。嗱，呢啲就要大输特输啦。输即系写咁解个输字。咁啊，呢个降班区域嘅即系啲大战啊，1-0就搞掂咗卡迪夫城啦。呢个卡迪夫真系唔争气。
咁啊，卡利夫城如果输咗就都大大镬噶啦。阵间数榜嗰时留意网讲啦。咁啊，修咸顿话好均嘅3-3啊，打和搬尼茅夫啊。咁其实都佢都要为咗一个护级嘅漩涡喺度挣扎紧嘅修咸顿就。系，但系就都好少少嘅啦。阵间睇啊，3-3。咁啊，屈福特就1-2主场就输咗俾狼队嘅。哦，冇所谓啦。咁啊，呢个好似都冇咩关系。系讲文正啦，搬嚟啊，0-1，咁就曼城赢咗。咁啊仲以为咧，啊我知跳咗场白礼顿嗰场啊，唔使讲噶啦嗰啲。咁啊嗰场搬嚟，咁啊以为咧啊，即系谂住师兄啊话，即系曼城，即系曼联搞唔掂曼城啊嘛。咁啊谂住都真係講真有少少動搖㗎啦，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因為曼城始終你對住呢啲搬嚟啊，嚟緊應該做一場對李斯特城啲女咁啊，可能即係呢個曼城都贏波嘅機會都好大㗎啦，以佢哋咁啊細大佬，即係歐聯就冇咗啦，咁啊歐聯賽冠軍點都一定要爭取嘅，如果你真係得翻呢個只係攞啲杯仔、啲聯賽杯啊，呢啲咁樣嘅足總杯，呢啲咁嘅杯仔啊，對於曼城嚟講投資咁多咧，係唔及格嘅。係咁，但係而家咧就係、是、呢場波就1-0，咁啊25次射門，搬嚟得個2次咧，都係睇佢幾時入波嘅啫。講真，咁你都見到係即係上半場係頂得住嘅。哦，咁咪搬嚟防守呢场波都唔错嘅，其实好唔错噶，佢嗰、那个即系佢真系同你血肉长城咁同你顶住啊，大佬。嗰啲达高斯基啊打得几好啊，呢个国家队好似都有入选嘅。咁啊，阿美尔都 OK 啊，个一对中间加龙门几好。龙门咧希顿几好。咁啊，但系都冇办法啦，因为曼城实在系。根本都唔同班，質素太高啦。根本都唔同班啊！結果1-0啦，咁啊叫咗貝拿杜斯華喺右腿20码俾佢禁區，阿古路力壓對手一射，龍門擋到啊，但係仍然都過咗百界。係啊，啱啱過百界。咁啊呢個就有賴個高拉提羅勒治啦。應該都睇到嘅，睇唔到都有嗰、那個球線技術幫助啦。係，所以你話球線技術幾緊要啊？啊，所以你话有时 VAR 有时咁，当然啦 ，VAR 有时啲嘢咧就即系有时手有啲手球嘅呢个判决争议咧，都有啲啊有啲角度上观点角度咁，但系我觉得都系个球例上面嗰个演绎个手球嗰个嘅问题啫。嗯，啊，即系唔得常理嘅，系啊，但系入唔入呢个就都几客观下噶啦。哦，系咯，所以呢个科技帮助就系需要帮，系需要一啲科技嘅帮助嘅。咁 VR 嘅处理当然系可以再完善一啲，或者我觉得系个球啲，系个球例嗰个演绎嘅问题。就唔好似有啲人讲咧，又话咩我哋睇波咧最。即系冇 VR 有啲戏剧性啊，咁样就好啲吓、啊，有啲戏剧性系嘛啊，因为好似啊成日 VR 啊，咁啊睇完之后入咗波，咦？点解忽然间嗰、那个即系讲曼城嗰场对欧联啊，可能对热刺啊，咁你越位啊嘛吓，咁、啊、有时觉得即系有啲嘢啊，好似嗰个起伏啊。起伏好似太、啊，因为 VR 翻嚟就好似有啲问题。但系嗰个客观上，你睇翻有冇越位呢样嘢系好客观噶。咁唔系，咁你有啲人觉得越位条例嗰个演绎又系两体噶嘛？啊，又是一而家系两个问题啊嘛，一个手球，一个就越位，呢两个大嘅争拗球例嘅范畴系嗰个演绎系仲系需要一啲。好多嘅傳眾，即係要好大範圍嘅討論，係都需要清晰翻究竟咩嘅情況之下係係咪再係咪再有呢個 intention 呢樣嘢咧？淨係即係譬如有啲啊跳起明明即係自己背向住個波嘅來勢，咁你真係睇唔到啊嘛？咁你點主動即係手球咁樣咧？咁樣即係呢啲真係係好需要討論。咁但係呢個唔係 VR 嘅問題嚟噶嘛？呢個係球例上面嘅問題嚟噶嘛？呢個係點樣演繹個球例嘅問題？演繹問題嚟噶嘛？或者係另外講就話 VR 佢本身電視影落嚟嘅角度，如果有一個角度佢零零舍舍係冇俾出嚟嘅，咁就反而呢個就可能就有啲問題啦。咁呢個就反而咁，但係呢個 VR 仲有完善嘅地方，但係唔係一個嘅原因係應該我哋唔應該使用 VR 啊嘛。所以阿師兄，我諗阿慈生都會同意話 ，VR 應該係要繼續嘅。係。
系唔应该系因为呢啲感情上嘅原因而将佢废除嘅。系、应该系谂点样完善地、有效地利用个科技。系啦，咁我哋比赛唔系摔角，唔系戏剧嚟噶嘛。我哋要力求嗰个嘅，即系一个最公平、最准确嘅方式之下，系、去真正咁显示到双方球队嘅实力，咁先系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 VR 就对呢样嘢起码都有一定嘅帮助，或者高拉 technology 都起码对呢样嘢有帮助。你睇下冇咁多嗰啲入个波入咗成两个波位嘅，都话唔入呢啲咁嘅衰嘢啦。以往系啦，林柏特嗰个世界杯嗰个离晒谱，即系边有可能有呢啲嘢？2010年系咯，咁所以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长远嚟讲，始终。即系运动呢方面嘅科学嘅发展咧，咁、你始终都系一定系力求系要公平同准确，同埋力求唔一定百分百，但系起码我哋要有个诚意，同埋有一个即系有一个心系要为咗呢个目标而去。嗯，啊，有为咗呢个目标而去。咁科技配合到嘅而家嘅技术，尽量做咪做到咪做咯，做唔到，但系起码我哋有尝试过啊嘛。嗯，就唔係好似有啲人咁啊讲话，诶，我哋 VR 嗰啲嘢啊，真係妨碍咗有啲足球啲戏剧性啊嗰啲，唔係咁样嘅、大佬。冇要呢啲戏剧，宁愿唔要嗰、那个。唉，我都係咁讲嘅，即係。好，咁啊呢场波，所以曼城最终都系凭住阿古路啦，场波打得几好，阿古路。咁啊，但系曼城系赢得好吃力嘅呢场。系。即系搬嚟嗰个防，即系嗰个斗志啊，嗰、那个防守能力系即佢系交足晒 100% 俾你㗎啦，已经。诚然系搬嚟系守得好好。咁、但系曼城始终都喺英超里面都系属于好强劲嘅球队。如果系一啲普通球队对搬嚟嘅防守都入唔到波啦。讲真。等闲都未必入到。好好。即你唔系曼城呢啲咁高水平嘅球队就可能已经系窿窿㗎啦呢场。咁呢场波就萨咧出返喎。系。阿萨咧出翻喎，咁但系听讲话萨咧就因为今年都唔系好多打正选，系咁所以就听讲话佢想走。嗯，啊咁，但系今年佢有啲伤患噶嘛，中间咁但系伤患之后诶，冇乜机会俾佢发挥啊嘛。咁我又觉得阿萨咧出嚟又唔系好差噶噃，系啊，通常啲比赛。但系你之前系因为你有一段时间史达尼踢得好啦，呢、這个贝纳杜斯华今季着咗火啦，系咁变相佢即系佢相遇之后嗰、那个位置上系难啲出佢嘅。咁佢系咪应该其实可以踢翻多啲啊？睇时间啦、即系譬如话后备出场嗰个上阵时间系咪应该多啲？系即系譬如有啲比赛唔会话80分钟先入嚟咁啊，真系点搞咧？即系因为因应住而家阿大卫斯华都老退啦，咁你嗰啲系咯，萨咧系咪可以试下即系用下咧？咁我觉得如果萨咧真系唔觉意啊，即系离队啊，去咗拜仁啊嗰啲之类咧，萨咧应该唔会去拜仁系嘛？唔系、真系传紧噶，冇去会去拜仁。咁你仲有边队去？谂谂啊，谂皇马，谂系咯，有边队去啊？咁冇正选要走噶嘛？佢去拜仁都未必一定有正选、啊，点解冇正选？我有咁讲、啊，咁高文，咁你洛宾、列贝利都走晒啦嘛？哦，系咯，咁你洛宾好有机会去日职啦，咁你列贝利嗰啲都收工啦，咁你前面有啲咩高文？另外嗰边就阿基拿比。咁你嗰啲阿萨咧嚟到咪啱啱好哦，系咯，啊，有你真系睇来，如果系真系睇下拜仁系咪大变动嘅啫，如果唔系，阿萨大变动啦，出年，唉，真系同你讲，萨大变啊，冇咗一对阿奴啊，好，咁啊呢场波曼城就虽然辛苦啲，但系都赢到嘅，咁啊冇办法噶啦，咁你曼联都搞唔掂，曼城都我都唔知揾到边度搞掂，咁啊讲真，即系利物浦就咁系咪维持你觉得利物浦可以捧到联赛冠军呢？
真系呢啲要靠个天咯，系靠天咯。咁而家剩翻两场波就真系危险啲噶啦。咁啊，睇下个赛程啦。曼城啊，仲有两场。系曼城就嚟紧就主场对李斯特城嘅，因为下个礼拜嘅周中快车噃。系咁啊，另外仲有一场系尾场就十二号星期日就作客白礼顿。咁啊呢啲即系。你话作客都仲话啫，李斯特城啱啱咁样赢完阿仙奴主场，翻翻到去作客都系香噶啦。讲真，咁啊，最后一场就白礼顿，而家都争少少。咁我谂啊，卡迪夫只要基本上再赢唔到一场波，即系下一场赢唔到咧，就基本上收工噶啦。系啊，就呢个互吸已经失败啦。咁啊，去到最尾嗰场又系无欲无求，即系又系送俾曼城嘅啦。嗰场波咁基本上好坦白讲，曼城如果即系嗰场曼联都借唔到佢咧，其实就曼城真系机会大啲嘅。咁啊，呢个就好理性咁讲。讲埋呢个竞争对手嘅赛程啦，利物浦咧就两战欧联就两场对巴塞啦，唔使讲啦。咁跟住嚟紧个星期日就对呢个纽卡素嘅主场五号啊，作客纽卡素。作客哦，不美迪斯都话输紧啦，唔使睇。尾场就利记主场对巨人杀手狼队、哦。都唔使睇啦，狼队就主场，即作客就掹啲噶啦。咁所以就即系基本上我觉得呢两队波咧就应该赢晒噶啦，即系嗰四场波应该赢全部赢晒。咁啊，悲剧出现噶咯，冇办法咁即系曼联赢唔到曼城，冇办法噶咁啊。好遗憾咯，即系好似有啲人咁啊，哇季中咁啊，睇见利物浦个势咁好啊，买定张机票啊，五月最尾嗰场啊，去硬飞路。咩人啊？睇捧杯，我识唔识噶？有啲人啦、啊 okay, 我识唔识噶？唔系，我有啲人，你唔好理识唔识啊。即系有啲人买定飞机票咁啊惨啲咯，即系又一次谢拉特跣脚咯，即系去到临尾埋门一步就追嚟追去都追唔到。但系今次唔系真系自己擅脚，咁你对赛嗰场赢唔到嘛？咁你中间有啲甩碌啊嘛，始终都甩碌就如同擅脚，擅脚就只系嗰个标记比较明显。咁但系中间有啲擅脚，或者中间有啲甩碌，咁亦都系的而且确系事实啊嘛。咁啊，中间系利物浦攞个联赛第一位噶嘛。咁啊，中间有啲比赛打得唔好就甩到碌。咁就打得比较唔好，咪季中咯。季中即系圣诞快车之后有一段系系咯，麻麻地咯。就系呢啲甩碌咯，呢啲甩碌。即系最关键嗰场，其实真系圣诞快车嗰场对曼城嗰场咯，你赢即系你输咗俾曼城之后，其实就来回嗰六分波就好难咁啊，直转都难噶啦。狼队嗰场濑嘢之后就真系俾人哋追翻上去咯。系咯，咁啊，所以就。即系所以甩碌就冇办法噶啦，呢啲联赛冠军始终都好难，因为始终两队波一对92，一对91，咁都冇噶啦，佢哋尽晒力噶，你即系中间可能中间有一两场嗰啲系啊，所以师兄都无话可说噶啦，即系师兄而家都同你讲噶啦，即系应该曼城系机会大啲噶啦，应该慈山就命中嘅机会比较大。命中嘅机会比较大，咁至于阿师兄系咪有啲效应嘅话，阿师兄都投降啊，忽然间反底咧，唔知啊，呢啲好难讲噶，呢啲吓好难讲啊，呢啲有时嘢啊，系啊，鬼上身啊，好难讲，即系射嚟射去，咁啊，即系门前只鬼咁啊，入嚟入去入唔到，有鬼嘅，烧好似都扫晒噶，护级嗰度就。修咸顿就冇问题噶啦，修咸顿已经经过一场打和之后咧，就肯定护级成功噶啦。因为卡迪夫就算赢晒都系37分啫嘛，系啊，咁所以修咸顿已经系成功护级啦，咁一争白礼顿嘅啫。基本上只要卡迪夫压嚟紧嗰场波都赢唔到嘅话咧，都。即系除非，因为得失球率相差太远啊。系白礼顿系-22，只要下一周大家个差距仲系4分就唔使，就已经可以脱离3分就得啦，唔使4分啦。得失3分系，3分就得啦。得失球率争成14球，所以卡迪夫就下一场一定要赢嘅。卡迪夫下一场对乜嘢？对水晶宫。水晶宫就放假嘅。咁啊。即系佢真系呢场投唔投以呢个信心嘅一票咧？
冇信心，即系睇佢都系都系香港嘅，都系恶搞啲，都系香香多过咩？唉，咁啊，好，咁啊，英超差唔多。好，咁啊，因为嚟紧嗰个赛程都冇乜特别话啲大波嘅，好坦白，咁所以都唔特别提啦。好，咁跟住就讲下其他各地啦，其他各地啦，嗰场法兰西嘅先，咁咧就因为咧嗰场 Delalic 呢个法国嘅联赛杯定联赛联赛杯，因为咧今年 PSG 咧就四个杯啊嘛，即系佢要面对。欧联就香咗啦，香咗啦，香咗俾边队啊？曼联啊嘛，吓香咗俾曼联啊嘛，先胜跟住就后败啊，后败。好啦，跟住到联赛就攞咗啦，联赛攞咗啦，攞咗啦。咁啊，嗰个其中一个唔知足总杯，足总杯嗰个咧就香咗俾金刚啊嘛，啊即系好啦，不离二喎，今次系，今次咧就另外一个杯去到决赛对雷恩，唉，咁啊对雷恩咧，咁就谂住啊都。唉，应该搞掂啦。应该都以佢哋嘅实力，呢一场波啊，以佢哋嘅实力咧，就应该咧，睇下先，系咪跌落呢个？啊，唔系，应该呢个系叫做 Copper Defense 啊 ，Copper Defense，Copper Defense 唔系就系 Copper Defense 啊 ，OK，Copper Defense 法国杯啦，应该法国杯啊 ，Copper Defense 呢场咧就对雷恩嘅比赛，咁啊 up 一 up 啦，因为对于圣日耳门都嗰个稻草啊。即系嗰个嘅都大镬噶啦！啊，点解大镬呢？因为起码呢啲杯仔冇咗欧联，冇咗 Delalic， 咁都应该要攞个 Coupe de France。咁但系 Coupe de France 咧，而家呢场咧，居然就先领先两球之下咧，香埋。唉，咁啊，交代阵容啦。阵容 PSG 龙门就艾利奥拿啦，三中坚就系金帕巴啦、马昆奴斯同呢、這个。大巴等等先吓，哥连哦，唔系嗰个嗰唔系嗰个阵容应该咁样嘅，睇先吓，两个达格巴系啦，达格巴好难译嘅呢个，两边就应该都系翼位嚟嘅，贝纳特同呢个丹尼亚维斯啦，丹尼亚维斯系啦。咁啊，中场就德士拿拍呢个华拉迪啦，前面就尼马迪马利亚同呢个麦巴比嘅。嗱，尼马都出埋啦。系啊，呢场尼马见翻人啦。出啦，系正选上阵啦，终于啊，即系上一场已经后备噶啦，正选上阵啦。啊，呢场波咁啊，对面就特别留意几个尼安啦。我谂 AC 米兰啲球迷好熟噶，尼安系啊。咁啊，另外就基尼亚啦、崩艾化啦，呢啲比较熟悉啲。啊，咁其他唔提啦。咁啊，十二分钟1-0，左边嘅角球，咁啊，尼马一扯扯女峨眉月顶啊，呢个丹尼尔艾维斯球不落地，一个窝里食到影影啊，1-0食得好靓好靓呢球 ，Danny Alves。咁啊，其后就20分钟，咁啊就迪马利亚直线俾尼马单刀一切个龙门两粒呢球，不过输崩艾化嘅，因为中场交失。咁啊，谂住大佬，你对住呢啲雷恩，20分钟点两粒，谂住大炒啦，谂住仲唔收工？点知因为其后亦都仲有啲攻势噶嘛，譬如有一球丹尼尔传中，咪达斯华喺禁区铲走个波，如果唔系尼马就已经入咗啦。再之前2-0之前有一球麦巴比单刀又俾龙门挡翻出嚟啦。咁啊，但系其后咧就去到30多分钟咧就开始有啲落尾。尼安已经有一球咧中柱噶啦，37分钟，咁跟住1-2啦，右边咁呢个咧夏马利咧，咁就咧系即系过咗呢、這个咧呢、這个呢、這个闸位啊，呢、這个闸位咧系夏马利查奥尔，系啊27号，咁啊推过咗贝纳治传中，金帕巴就前柱摆乌龙，系就2-1，呢下都射门咁样撞埋去啊，大佬，系啊，即系嗰个传中几急劲啊！佢个你见佢嗰个脚咧，佢新脚上就即系脚内档印咗个波就出去底线嘅，咁啊点知塌咗咯？即系个波好急劲啊，似得好靓。咁佢塌咗入去啦，咁啊收死咗龙门啦。咁啊，仲有一球就系咧4-3啊！呢、這个后备入替啊，呢个叫14号啊，唔系后备入替。呢个咧系保利基奥特，保利基奥特咧有个4-3。咁咧，点知咧就自己咧就推自己推自己搞掂，点知就俾龙门啊艾里奥拿就挡翻出嚟嘅，2-2啦，65分钟，
角球嚟嘅，左边前柱呢个美沙呢、這个咧黑人中间咧头锤，是前柱冇人睇之后头锤搞掂，就二比二。好啦，正啊，咁啊结果就要搞到加时啊，加时啊有两嘢嘅，咁啊咪一嘢呢、這个尼马直传麦巴比左副位单刀咁就射埋去，点知系中柱，咁啊中后和根啦，跟住就真系和根啦，17分钟麦巴比仲要。一嘢掗落去咧，嗰下好离谱噶，佢话落噶。一嘢掗落去咧，呢个达斯华个膝头哥嗰个侧边个位度啊，系啊，非常之危险。咁啊，所以直红咯，所以就直红冇得倾。咁啊，有啲人讲话麦巴比啊，群得啊尼马多学埋尼马啲衰嘢。唉，咁啊，咁但系尼马系咪衰嘢咧？唔知啊。系咯，啊有啲人话衰，有啲人好多人话衰，但尼玛都冇呢啲咁矛嘅嘢噶。咁有时尼玛呢啲咁啊，好似个格唔系几好啊嘛。有啲人讲，有啲人讲吓，唔系我讲啊，我冇讲过啊。好，咁啊，结果就要射十二码，互射十二码咧，啲质素都 OK 嘅，打到突然死亡噶啦，射到第唔知第六轮啊嘛，好似。系啦，咁啊，头五轮都搞得掂，头五轮就完事。结果最后咧，第六轮就出个安根股，一抽咧就抽咗去天后庙。结果咧就十二码塌埋，其实要打到加时都丑，一支都塌都丑啦。讲真，你啲麦巴比全民皇家马德里唔知几多亿，嗯，啊唔系亿几嘅，系唔知几多亿嘅，系 OK。咁你尼马又系唔知几多亿呢啲顶级球员球王嚟噶嘛呢啲？咁、但系你搞到咁啊，大佬呢度咁雷恩都搞唔掂，即系话今年 PSG 四个杯里面跌咗三个，只系攞到一个，即系攞到联赛，攞到联赛冠军。但系其余嗰两个，其实你嗰啲国内嗰啲杯赛系应该十拿九。咁你嗰啲读国内嗰啲咁样嘅死人款，可能仲屎过啲咁嘅屈福特啊，屎过英超嗰啲咁啊，嗰啲乜鬼嘢爱华顿嗰啲，咁你都搞佢唔掂，咁你真系点搞啊？真系咁你呢队 P S G， 咁你真系点算啊？但佢可以会唔会散班啊？可以换咩领队啊？但系再换摩连奴啊？哦，摩连奴咯，哦，冇嘢讲，系咯，哦，冇话唔得噶嘛，大佬，啊，所以就呢个 P S G 出年都有排搞啊，因为唔知麦巴比好有可能走嘅，所以 P S G 个招牌点解唔够皇家马德里啊、巴塞嗰啲，就系、是、呢个原因。哦，咁佢系新兴豪门嚟嘅，咪咁讲，即系呢啲嘢有时咧就要有啲传统去衬托一下。即系你夹硬去用啲钱啊，去揾嗰啲咁样嘅超级巨星，但系个底蕴啊，个底蕴唔够咧，就争，始终都系争少少嘅吓。话52分钟啊，死啦！要讲埋场德嗰、那个德甲嗰边啲，扫埋啦，系话你听日都放假啦，听日放假啦，仲想话加买大包啊？买大包，好，继续咁啊，继续去。多蒙特对史奥克呢场老二打比，其实就。今个星期我睇咗呢场嘅，系啦，咁所以要详细啲讲呢场劲嘢啊！呢场就多蒙特，咁咧就排一个咧4-2-3-1嘅阵势，因为咧即系德国嗰个形势就多蒙特对拜仁嘅啫，大家咬住嘅，都仲喺度，都仲有啲参屎位嘅，但系就都即系虽然就点睇就拜仁就都已经十拿九稳噶啦。系嘛，系啊！你觉得十拿九稳？十拿九稳啦、啊！拜仁专心一个联赛，其实佢嗰个阵容，佢下半季你见佢发挥好翻就多蒙特太飘忽啦！有阵时啲表现，多蒙特就布基龙门后防和夫打右闸，左闸迪亚路中间艾简接拍阿怀高啊，怀高打中坚啊！之前打得几好噶，怀高打中坚啊，必须讲。咁啊，后腰位就迪兰尼拍域数。咁啊，左边古里路，右边啊新祖，但系有时我都见到左边见到新祖嘅吓。咁啊，中场攻击中场就莱斯前面啊，马里奥哥石。其实你都预计到佢前面嗰四个人都会系不停咁换位嗰啲打法嚟嘅。呢场波又唔多角，但以往你新祖就偏边，
即系莱斯又会可能走咗少少啊，嗰阵时古尔路可能褪翻后啲啊，你轮住即系大家可能轮住喺个边度出现嘅会。呢场波我觉得莱斯同哥石都几失踪。嗯，好，对面史奥克零四咁啊，龙门纽布啊，系呢个费希文咧就呢几场波都冇用嘅，用咗个新仔叫纽布，好事啊，咁啊，咁啊，跟住就卡里古尼就右边。左边就奥斯比卡，应该是翼位嚟嘅。咁中间就沙尼啊、史坦堡利同埋拿斯达石。中场就麦坚尼、马斯卡里尔同埋阿舒尔达啊，爆舒尔达。前面就保斯泰拿同埋安保路。哇，都比较少见喎，安保路。佢上一季，我记得佢上一季借过嚟嘅时候都有用下，今季就一时时。唔系好多见嘅啫，可能系受伤啊，我记得好似。咁但系呢场佢即系。即系史浩克有翻个安保路咧，系好啲嘅喺攻击线上。好，一比零十三分钟，左边比斯就穿埋喺禁区，俾守卫顶翻出嚟，跟住峨眉要顶域数，心口一回，新早面对两间穿埋禁区左副位入射嘅呢个哥石啊，头槌咧就快出现嘅龙门啦，呢、這个咧系阿纽布咧系顶入嘅呢、這个波吓，咁啊呢个波就第一史浩克嘅防守唔够压力啦，啊呢、這个就争啲，咁啊。庆祝之时，阿新祖咧就俾个球迷咧一嘢咧，唔知掟啲乜嘢咧就掟中咗，系系啦，一嘢唔知咩掟中咗吓，咁大镬，系啊，掟中咗个头啊，啊好，咁啊十六分钟一比一，好快、啊，右边嘅传中多蒙就禁区球员犯手球，系，结果加利古利咧系射十二码呢个 VAR 之后咧，咁就判手球嘅，咁、呢个波就系安保路右边传中射埋去就闪中啊怀高只手嘅，系。其实我又觉得就第一就好近啦，第二就怀高咗伸展嘅范围咧，咁啊大咗啲咯，系咧，佢嘅手可能抹得阔啲啦，都系嗰句啦，以现今即系尤其是德甲啊，或者系现今我见到呢轮咧嗰个偏向咧都系咧唔理 intention 噶啦，系个波垫到手咧，基本上都判嘅机会好大，呢、這个要留意，系系啦，咁啊，其实我觉得正常嚟讲呢波就。都要判嘅，伸展咗出嚟。好，27分钟2-1，咁就右边角球沙尼中坚力压，四个守卫跳起头槌，2-1。唔系你大家如果睇翻个慢镜头咧，系冇得争，永远冇可能争得赢。你睇你多蒙特嗰班防守球员同阿沙尼嗰个身形咧。哦，咁沙尼，沙尼嗰大只系好大只啊，大只到咁样，佢又高大一跳高升起，我真系唔觉得。多蒙特嗰班后卫有边个可以落顶得住佢咁样冲埋嚟咯？咁但系四个、啊，喂，大佬嗰架货柜车咁样撞埋嚟，大佬你点顶啊？全部细两个码喎、啊，大佬。夸啲啊嘛，细两个码都差唔多两个码、啊，真系你真系顶唔住，真系冇计，你怪唔得啦，即系人哋。你只系怪你开头你嗰下冇人缠住佢先咯。好，到而家就系2-1都咬住嘅。下半场啦。下半场就第一有几个换人啦，艾卡莎入埋嚟啦。系，帕哥艾卡莎换咗迪兰尼啦。迪兰尼啦，咁啊将阿哥石就打咗去边线嘅，咁啊加强攻击力啦，当然系，咁因为输紧波嘛。OK， 努尔打比输紧波。咁仲要争联赛冠军，仲要主场，咁梗系要出个纯射手艾卡莎搏搏啦。点知悲剧发生啦！莱斯仔后场一夜后从后就惨跌，阿舒尔达就直喊。咁啊，呢个波我觉得都合理，冇得走咯个红牌，因为从后啊，从后啦，踢唔中波惨中。咁啊，食完个红牌之后输埋。咁啊，3-1，卡利古利右左副位廿零码罚球射得好靓啊！就跟住嗰个犯规，跟住嗰个罚球类似啊，就系呢个波啦，就呢个罚球咯，咪就呢个罚球。咁啊，打少一个，输紧两球，基本上就收工啦。跟住仲要多个多封利是，系啦，跟住就和夫中线又系啦，从后喂嗰日又系啲走唔甩嗰啲罚球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咁就打少两个，唔使打啦，咁就仲可以3-2，都算好彩，好嘢噶啦。啊，我都算难度高啊！哥石左边转向去右边挨简字，挨简字跟住扯去远处左副位，冇人睇个居然拿神啊，后备又替拿神顶翻去右副位呢个冇人睇嘅域数射入呢个波，啲防守真系不知所谓。你已经打多人，你两个人，你居然会甩咗两个人出嚟噶喺个防守线里面。
真系有冇搞错？即系所以史浩克尾四唔系冇理由，唔系冇理由咯。唉，人哋打多你两个，大佬。不过佢好彩，佢已经脱离咗呢个降班漩涡啦。唉，都离晒谱啊！咁啊，但系最后4-2啦，即系安保路最后临尾，咁就埋斋，咁就其实场波咧节奏比我想象中慢嘅，系其实系慢嘅，唔系快，慢嘅。咁啊，但系就好遗憾咧，就史浩克打得几好嘅场波。嗯，即系除咗临尾嗰下，即系嗰个波之外，其实总体个防守唔错嘅，即系喺个压迫上面都做得几好。咁啊，但系多蒙特就好遗憾，第一就个攻击真系唔系好够力咧，同埋佢嗰啲拦截真系有啲无措咯，嗰啲嗰啲就难讲啦吓。咁啊，另外就嗰场波新组前面嚟讲系新组打得好啲嘅啫，系啊，新组喺两边嗰个嘅脚法上发挥 OK 嘅，咁但系就苦无配合。咁有啲可惜，咁就结果就喺个人数占优之下咧，结果就4-2史浩克赢咗一场努尔打比。咁啊，拜仁咧以为多蒙特就全失三分，咁啊拜仁又坐定粒六搞掂啦，领利啊，点知咁啊打和纽伦堡，咁啊场波冇睇啊，咁啊阿慈三，唉，纽伦堡就笃定咗降班嘅，但系佢真系俾佢笃，即系佢就要开纪录先咯。呢、这个拜仁系有啲咬极都咬唔入嘅，咁啊，咁啊，俾呢、这个纽伦堡开纪录先啦，咁后屘都以为唔系咁有鬼啊，咩有鬼啊，一齐失翻两队，即系两队，你见到多蒙特鲁尔区打俾香咗，拜仁又香埋，咁都后屘就拜仁就追翻嘅，系啦，咁啊基纳比就追翻1-1啦，系，咁啊即系临尾都有啲机会，但系就射唔入咯，高文啊临尾大家睇翻精华，高文嗰度单刀唔知做咩事对住龙门嚟散，佢应该处理得好啲，就其实拜仁系赢到嘅，咁啊好可惜啦，咁就系咁样就拜仁就冇咗，即系痛失咗两分咯。咁但系个距离就而家就踢到31周，咁就拜仁就71分啦，咁啊31场啦，咁啊应该仲有系三场，系啊冇错，三场就系、是、你拉，即系佢同多蒙特嘅距离就两分啦，两分距离69分，系两分距离就望下对边个最后拉士三场系边几队咧？最后拉士三场，咁啊拜仁就对汉诺威好似包尾话。美国美嗰隻嚟嘅好似。汉诺威包尾系啊。咁啊，但系有一场作客莱比锡喎，拜仁。但系好少，应该唔会对莱比锡应该冇。拜仁我觉得好少出问题，对莱比锡就主场喎，人哋莱比锡。咁啊，留意呢场啊。因为莱比锡仲有场德国杯决赛对拜仁，可能未必嗰个重心未必摆喺度。哦，咁样啊，但系始终都近嘅，呢场波相对近啲。系，我觉得危险都可能对法兰克福嗰场危险啲，因为往绩上对法兰克福都唔系太好。但系法兰克福如果唔觉意，即系入到欧霸决赛，又系有啲兼顾，可能未必会去得好准。系啦，咁睇埋呢个多蒙特咧，多蒙特嗰边就多蒙特就先作客云达不莱梅，然之后就主场对德索多夫，尾场对武信加柏。武信加柏会唔会恶搞啲？恶搞啦，但系武信加柏恶搞啲喎，咁另外就德数多夫 OK 啦，中间都应该都唔去啦，云达不莱梅嗰啲。咁啊，如果睇而家个形势，就前面就相差两分，前四嗰度咧就第四位啊，法兰克福同无信加柏相差3分，仲有对利华古信添。咁即系话法兰克福如果理论上仲要保持一个前四嘅席位咧，咁佢仲系要用力嘅。系啊，咁啊莱比锡反而就可以轻松啲。咁啊榜尾嗰度就。汉诺威18，咁啊纽伦堡19，咁啊斯特加24，斯特加仲有少少希望嘅，系啦，不过要史浩克04输晒咯。咁啊斯特加就仲有机会可以逃离呢个咧系护级嘅漩涡，咁至于纽伦堡同汉诺威就肯定系要处理，起码都要打护呢个外围呢、這个护级嘅呢、這个即系所谓叫做 V3 对。升班附加赛，升班附加赛系啦，升班附加赛赛事啦，咁所以呢两队都麻烦啲。好，咁德甲就讲到呢度，咁大致上西甲就
扫少少啦，好快西甲就可以讲得。咁就呢、這个前面就巴塞攞冠军啦，唔需要多提。咁啊，皇马同马体会就肯定系如无意外，就应该二三位，亦都唔使理噶啦。74分马体会，咁就呢个马德里就65分，就相差第四位基达菲系10分嘅。咁所以肯定第三噶啦，皇家马德里前三都已经系定晒、第四位就有第四位就争得好紧要，基达菲输波。输波，啱啱嗰周西维尔输波，华伦西亚输埋，唉，真系都唔知点解嘅，我啲争前四嗰啲轮咪全部输晒嘅，真系神奇。咁啊，再迟一步啦，我哋再讨论呢个西甲嘅前四嘅形势。好，咁啊，买大包嘅 hot ball song， 听日假期嘅关系咧，做长少少。咁我哋今日就去到呢度。咁啊，啲球迷有冇啲等等留言啦、啊？唉，都要。都系咁以买大巴都买到底啊！系哦，佢哋讲紧呢个又讲英超啊，城啊，系啊，马即系有啲马利斯都嗌走啊，嗰啲咁样啦。马利斯话好多嗌走啊，曼城系啊，咁啊，睇先。哦，巴伐利亚打比纽伦堡都会出下力，咁佢觉得所以就拜仁濑嘢啊，出力都唔会搞到咁啊。但系嗰个实力嘅距离17-1，即系富咸对曼城。唉，唔知啊，仲有冇？睇下先，华偷西亚自身委员会表示，已经准备好输俾啊欧霸之鬼带领亚仙奴，同时百周年会庆全季仅以国王杯亚军作结。咁、呢个啊华伦球迷，啊奥斯卡系嘛？我睇唔到佢系边个啊？哦，净系自桑委员会自桑委员会成员啦、啊。咁、我觉得你系谦，你系谦虚一仔。咁个西班牙杯都有一打嘅，对巴塞谦虚咗少少。系唔系亚军嘅？有可能冠军噶。嗯，好，仲有冇？睇下先 ，YouTube 就呢边啦。咁啊，即系要多多支持啊！支持啊 ，Hammer 就话撑我哋卖大包，多谢，好，系好啊，系，大家多啲 subscribe 个 YouTube channel 啦，帮帮手啦，系啦，帮手啊，为咗拯救坟种 EV 个慈山呢啲咧，关我咩事啊？吓、我冇噶，呢度冇关噶，有关系嘅，啲慈山之流嗰啲咁啊，多多支持啊，吓、好，咁啊，今日系咁咯，好，咁啊，我哋下个星期继续 hot 波收人，拜拜。拜拜。